是做我的主要的业务叫做房屋代销，嗯，但是因为我过去的往来的业主都是像富邦，嗯，早年的侨泰，嗯，甚至于包括联邦建设，都是比较大型的公司，所以我算蛮幸运的，我接触了很多建筑业，因为建筑业其实有很多领域，嗯，比方你是土地开发，你是做业务销售，你是做规划，你是做这个工程的估算，营建管理、交屋售后服务，它其实是很复杂。一个建筑的面向，它其实很复杂的啊。那我因为有很好的机缘，所以我大概整个的流程都参与，因为我在里面工作了20几年。那大型的开发商也让我参与土地的开发，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比一般人对于房地产的了解啊。房地产像个大象的话，有人是看到耳朵，有人是看到尾巴，有的人是看到大腿，所以每个人都看到不同的东西。那我有那个机会重新的就是把这房地产是整个的理解。然后在1998年我结束了我的代销公司，结束之后呢，我到英国去念书，我从英文开始念，从 APC 开始念，因为我都早就忘记了英文。然后在国外待了3年，我拿到一个房地产的 Land Appraisal 的硕士学位回来。这么厉害，从 ABC 都不会。当然会了，高中一定念过，可是你知道我的英文以前有多烂吗？形容嘛，那是形容。我爸爸有一天，那个我20几岁的时候，我爸有一天跟我讲说，你真糟糕，你都不学无术啊，你什么都不会，你看你的英文也这么差，我看你啊，搞不好26个字母都背不清楚。我说怎么可能的事情，26个英文字母背不清楚？然后我爸爸就叫我，那你写一遍，写掉一个字。第二个麦当劳的那 M， 所以你知道我英文是真的从很烂开始的。那我到国外去，在念英文去念硕士之前，当然我有在英国，在1993还是1992我忘记，有在英国游学了半年，也是去念英文。所以我那一直在我的职业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于专业经验这两者之间，因为我们并不被认同具备专业，所以我们常会跟建筑师开会，或者会跟很多专业的单位开会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这销售公司靠嘴巴吃饭的这一群人，对不对？你们有什么专业，对不对？因为我们比方我们了解市场啊，我们会做产品规划的建议，他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建筑的规划，或者应该做什么样的产品，适合做办公，适合做住家，适合做哪种用途的，我们会对这个东西有很多的琢磨。那因为业主，因为我们面对市场，我们面对销售成绩，业主听我们的，建商老板是听我们的，所以建筑师他们就会认为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人就靠一张嘴指挥我们。所以我常常在那个专业跟这个经验中间啊，市场跟这些里面的中间，我一直在想那个专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一直在想那个专业是什么，所以我才觉得是在1997年我把公司关掉。那公司关掉的原因是为什么要关呢？是因为那一段时间，那一段房地产的背景是大家为了追求销售率走火入魔，去推出了一大堆不能居住的建物。什么叫不能居住？因为大家都知道集合住宅里面有台湾的那个产权登记，是有很多的叫所谓的公社。如果你要把一个环境做好的话，你公社师是不会找的，因为叫环境嘛，对不对？所以变成你的室内面积会压缩的很小。那他们又为了要顾虑到总价市场啊，超过500万不好卖，所以我们要控制在500万哦。超过500万，那一平我想卖30万，那除回来就有17平，那17平，对不起，那个住户一定要3房2厅，那怎么办？塞进去啊！所以常常规划出来的产品呢是不能居住的，问题很大的。而且我也曾经为股票上市公司去收这个尾，擦这个屁股。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预售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健康、不健全、无法使用的产品。所以我对于房地产，那我常常在讲的一句话说，你让我常形容我的业主们，有时候跟他们开会，我会觉得他们就是观念不好了，头脑不好了，或者是唯利是图啦，等等各种因素，我常常就会感叹说，你叫我跟猪一起工作，我不是会变很笨吗？所以这也是，就说我也知识比较高，所以我自己到国外，我想探究这个是什么。所以但是我并没有想说我回来想要做什么，或者我还再去宏图大展。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我是在2002年初回来。回来之后呢，我第一年出版社找我写一本游学的书，那我都碰到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写书？因为我又不是写书出身的，我写书的文字
可能只是叫平铺直叙吧，那并没有办法引人入胜啊。所以我自己看完之后我就想这本书大概不太能出版，可出版社说啊我要印了我要出版了，那我就开始跟他争论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内容还不够好啊，因为他们要想每一个月出两本书，硬要把我赶成鸭子上架，那我就不肯。我就知道哦，原来我的行为我的思考模式在这市场上叫做曲高和寡，哦，因为我想的永远多一点，我做的永远多一点，可是市场不需要那么多啊。所以我那本书呢现在还存在我的电脑里面，那个孟俊勇我看过。OK，接下来书写完之后我在想说这个市场这么糟，景气这么坏，哎，我算一算绝对是一个买屋的好时机啊。噼里啪啦那一年呢很努力去买屋，买了三间房子，哦，这间是其中一间，哦，我就从别的地方搬过来，那买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还买了一间租给人家。哎，那我又不是一个投机分子，我又不想靠炒房过日子，可是我觉得人生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那个时候都市更新才刚刚要起来，才刚刚要发展，2002年左右，2002、2003。所以呢我就在想这个都更到底要怎么更。其实我是用我的头脑想的，我那时候对法令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那时候法令也没有那么多，哦，其实我可以把那日期调出来看看那个日期跟我。后来我就想都更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方法。所以那富邦集团是业主，是我很好的我的甲方，也可以说是我们也算有一点朋友关系。那我到英国念书，我的推荐人是蔡明忠，啊，所以我也有这样的关系。我就把我的一些想法，我就做了一个计划书给富邦，说我可以跟他，我来推动都市更新，他做我的后面的 sponsor，那当时那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蔡明忠要来入股我的公司？啊，我心里想说，入股我的公司，那他现在的建设机制一定有很多的意见，啊，那我的观念是跟他们很大的不一样，那问题一定很多。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也参考了几个熟的朋友，就在讲说我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我来跟富邦集团合作。所以我做都市更新这一块，但是呢那个我做叫做都市更新的开发这一块，规划这一块，那工程营造管理售后服务就交给富邦集团现有的建筑部门来做。那我认为富邦的品牌，我的专业能力跟对市场的了解，我觉得，而且我们是做的不是合建，我们做的叫委托实施都市更新，就是住户出钱，我们来帮他用富邦的银行，因为富邦本身有银行，富邦本身有建设公司，那他们在审核评估上面来讲，而且当你营造厂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启动续约完工机制的时候，富邦是有能力来启动，因为富邦的那个大楼是自己盖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做都更，其实问题非常严重，就是说比方讲银行在做都更，他根本没有规划的能力，他也没有营建发包的能力，他也没有管理的能力，他甚至也没有售后服务的能力，可是这些人都在做都更，所以市场是非常混乱。停一下。